女朋友，好过，谁的爷爷啊？所以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次四个人聚餐，对，里面谁吃火锅次数最多的？我吧，因为我四川人嘛。艾伦吃辣吧？我行啊，我吃辣就出汗。这个火锅他们犯了几个错误，说来听听看。一，要有豆芽，辣的这个锅啊，要先放豆芽，然后这个锅就会越来越香。然后呢，要有鸭肠、鹅肠，然后还没有我最爱吃的午餐肉。他刚在休息室答应他说，这一个礼拜开始，我不会再有什么手摇饮料，奶茶也不行。但我今天看到你进房间的时候带了很多啊。房间的时候带了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准备送人的。今天我看到他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线条，对他好像瘦了啊、哦。不知道是他的发型的问题，还是整个可能是头发。哇哇哇！我有84公斤，我是86，我那天量了我是66公斤。算了，我们吃东西不聊这个胖的话题。你多少斤呢？哦，没事，你就卡过去了，大家都报了，你就不报。